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请师父看一下四八年的鼠。四八年属老鼠的，想看什么？他胆囊十年了，痛了十年了。没奇怪啊，他好像胆找不到嘛。胆囊拿掉了，胆囊拿掉了。鼓掌，台长厉害吗？厉害厉害厉害！你看他骗我啊，说胆痛了十年，我找不到胆了。师父，厉害吧？厉害厉害！师父，他手术动过十年了，就是一直痛。知道知道，他是胆管炎，现在是胆管堵塞。你叫他要继续吃消炎利胆片，是中医的。吃饭之前吃饭之后都要吃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再教你一个方法，还要经常的运动。胆管不好，第一忌油腻，第二念心经，第三绝对要吃素了。全素了。吃了几年全素啦？七个月吧。时间太长了。师父他是，你问问人家师父吃多少年了。师父他是5月24号打通电话了，你就让他看，就是吃全素，他就发愿去全素。听我话了。是。但是就是说，实际上他消的现在报的还是旧业呀，因为他过去活的他很喜欢吃，我好像看到他吃了很多螃蟹，因为我现在看到有很多螃蟹在他身上。师父过去，你生日帮他看一下，他身上经常有人跟他说话，刚刚昨天还跟他说。你爸爸还在是吧？在。我看见一个年纪大的一个老伯伯，一个老伯伯可能从小领过他的。是他爸爸吧？外公。是，等等啊，我看看是什么样子啊。哦呦，他的眼睛跟他爸爸像得不得了，你问他是不是眼睛啊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而且他的爸爸死的时候很痛苦，对不对啊？是的是的。他爸爸人非常好，现在在下面很苦。要多少张小房子？你赶快给他念小房子。要多少小房子？他要87张。好的好的。然后呢，你自己呢，平时也可以到庙里，也可以去跟他拜拜。他过去活着的时候呢，跟观地菩萨缘分很深，他经常拜观地菩萨的，所以你也可以替他到庙里去拜拜观地菩萨。观地菩萨家里有，可以看见吗？看见吗？不是，那就是观了观音堂里的观地菩萨啊，跟你说，都供的，很厉害。你要记住，你妈妈年轻的时候脾气太坏了，坏得不得了哎，真的，什么样的事情都要讲，什么样的，哎呀，你好好的忏悔呀，你讲了多少人的坏话呀，还好我当时不认识你。师父，我可不可以简单的说一下，那身上是有爸爸是的了，还有就是，我们心灵法门是两年多了。没有学心灵法门之前，就是他胆痛得很厉害，然后就是去动了手术，手术动了半年哈，就是经常还是发，跟好像没有动手术一样。然后就是他胆拿掉了之后呢，实际上呢是很多微细胆管里边，我刚刚看到很多微细胆管里边有阻塞，所以他只要吃油的东西，马上这就痛，听得懂吗？师父，弟子向您忏悔。我以前很愚痴，他这么痛，我就找了通灵人，给他看了通灵人，看过以后更痛，越发厉害。看见了不啦？那个通灵人啊，真的用光了我钱家里的钱，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什么菩萨都给我请进来。哎，他说他要有菩萨保佑，不然不会好的。哎，就这样，我们就这样的
真的我妈妈生不如死过日子。你们大家讲讲看，台长心灵法门要你们什么？什么都不要你们的，就要你们念经，还有什么？对不起师父，一直向您忏悔，我错了。你不要再乱来了，你们真的把你妈妈都害死了，她还会叫你妈妈吃香灰呢，听得懂吗？搬搬园子吃吃。哎，真的不要乱来啊，他真的能把鬼请来的。师父，他们这种人都是通灵人，都是通地府的鬼的呀。师父，鬼有五通的呀，很厉害的呀。你这种一通了之后嘛，他就上你身了呀，他会在他身上的，他会讲话的呀。就是现在就是这个问题，我想想。已经把他请到身上来了，所以你妈妈现在就是跟鬼佬讲话，听得懂了啦。现在这就是这个问题了，小房子。晚上一般白天不讲，晚上讲。白天也讲的。很厉害吗？白天也讲的，他脸上也会变的哦。他知道，我看到他的脸上那个，这个鬼倒不是一个恶鬼，是一个就是比较麻烦的讨厌鬼。好像是不是那个种神啊，修过的神啊？哎呀，凡是在人间修偏差的，都会变成这种啊，这种妖啊、仙呐、啊，都会。现在就是5月24号打通电话，我就是发愿啊，放生20000条。他应该打通电话之后，他应该发的少一点。发了就是这个。天天发。现在还发。越发越厉害。就是这样，所以一定要看急诊。我发了很多很多的邮件。这样吧。你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，让他呢暂时离开你的身，因为这个呢是跟你妈妈有缘分的。我讲话呢，他爸爸在不在今天？不在。不在哈，那我就讲了。因为他过去啊有谈过，在你爸爸跟你妈妈结婚之前，他有过一个男朋友。你谈过一个男朋友，可能死了。啊，这个人老在他身上。那跟我们已经就是找通灵人的有没有关系、啊、我不知道，反正现在你把他念走。念多少小房子？而且你还要给他烧锡箔。他，我刚刚问他小房子，他好像是不愿意离开啊。是，就是这个问题，可能是、他在他嘴巴里会说的，我不愿意走，我不愿意离开。他不是说不愿走，但是就是小房子了，一波波烧下去没效果。现在我们烧了，基本上你们不能有嗔恨心念小房子。没有，现在都是用感恩心、忏悔心。你这样吧，你给他这样吧，你给他念一点经文，好吧？然后呢，给他念心经，念108遍，大悲咒108遍。礼佛念108遍之后，开始烧小房子，然后小房子再烧大概240张，看看他愿意不愿意走，好吧？因为我现在跟他讲，他已经都听见了。但是呢，他说你很坏。他说你年轻的时候耍了他了。忏悔忏。你妈妈年轻时候蛮漂亮的，不知道是什么体育，也不知道跳舞蹈，因为。我看到的是，就是说体育也不知道舞蹈，他特别好。年轻的时候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，好好念经了啊，否则他不会走的。不要去乱请啊，你都不请，不知道请来什么仙呢，好吗？去了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记住了，在人间根本不算什么的。要是进入到地府和天上的事情，比人间要复杂几十万倍。你们所以不能乱来的，得罪人人就跑了。很多有名的人就是因为自己乱来，接下来拖下去了，有什么名有什么利啊，什么都没了。过去你看多少有名的人呢、啊？一死，美国总统里根，你看看变成啊，最后变成老年痴呆，什么都记不住了，什么尊严呢、啊？好了，好好念经啊，吃全素下去吧。